Mary Claire， 我是 Janet。好，我今天带的是 Longines 的 Hydro Conquest 的表，然后我选的这次的面是蓝色。我很喜欢这个表，因为其实我很喜欢有个性的表，所以我其实戴上去你会觉得是很优雅，因为它本身的设计还有它的材质跟上面这个 ceramic bezel 其实全部都是非常的优雅的材质，但是因为它的大小还有颜色，你就觉得哎还蛮帅的。然后重点是我现在不会示范了，但是我怎么撞啊，或者是一根要怎么拿怎么玩，其实还好，其实它不太容易去刮伤。所以我选手表通常是会看我今天打扮的是什么，或者是我要去死，但是是一根快要睡觉的那个30分钟，所以有的时候是晚上9点，有的时候是凌晨3点，但是我觉得一根快要睡觉的那个时间是他会很塞奶，然后就会想要在我跟 George 的床 很塞奶，就是会想要滚来滚去，所以就特别的可爱。然后那个也是我们的 family time，所以他已经洗好澡了，然后我们也是大家都很习惯性是，比如说我很密集的在一两个礼拜，就是匆忙的工作啊，然后旅游啊，还有忙小孩，就是做很多很多事情，然后到一个阶段完之后，我就真的是会逼自己去 OK 好 take a break， 就是今天不管是在家里完全不做事情，或者是去跟朋友吃饭，去看一个电影，去按摩，睡觉就好，我都会有固定的那个习惯，就是让自己全身就去放松。然后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，我平常会养成习惯，就是我会去运动，然后这个运动是不一定是要去健身房，我只要在家里动啊，或者爬楼梯啊，我觉得只要让你的新陈代谢是稍微有跑了一下，